三二一，漂亮的马鞍。这是从英国特别定制的一个马鞍，说明这个，因为每个问题可能都很难对付，因为我们这次采取了一个新的方式，让这个媒体的朋友呢把他们的问题都提前写好。最后一天呢，他找到他弟弟姜武、文武一起来，我就撑不住了。结果前天7:15，我到医院去做点滴了，一滴2天。这他们真是很厉害，在我来讲现在是老中青了，他们是青了。能有这个机会再混在一起是一件很快乐很兴奋的事情，后生可畏。完了，这个女演员，所以我要特别欢迎她。而且我想，有两种办法。我跟葛老说，这个角色，发哥也想演。戛纳影帝就在这儿坐着。我是觉得，戛纳的事儿由葛老负责，奥斯卡的事儿由发哥负责。这哥几个负责国内票房，我负责把他们弄一块儿拍一个大家看得懂的电影。好，咱们在分组让媒体记者拍一下，好。